罗美玲猛男随侍大肚逛超市。我看见爱只在商量，在商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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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量。玩闪够了吧？我们日前在内湖的 Costco 撞见35岁歌手罗美玲和30岁前棒棒糖男孩 Terry 这对新婚夫妻打理日常。自从苹果5月6号独家披露泰雅族的罗美玲神鬼不知的已带种5个月，孩子的爹正是阿美族的弟弟 Terry， 这段姻缘即刻救援呐！两人9号就冲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了，哎，接着就一起现身公共场所，有一种摊在阳光下，哈，老娘真可以松口气的 feel。哎，怀上男宝宝的罗美玲似乎爱吃起司，看上起司饼干，眼神一直闪亮。但家庭主妇就是要精打细算，折腾了40多分钟才咻咻的买了这么一点东西啊！苹果鱼郎奈来 Costco 这么节制，并不多见，不懂。早安，早安，我是代班小姐小歪。5月28号中午12点半，请锁定我们苹果 Live 饭局小姐小歪，将陪你共进午餐。